东西。你给了他以后，你要再跟他拿回来，他会咬你。嗯。啊，你去前面看。刚刚招来的客。可以不要丢了，他太……哎，阿彪，阿彪，我们去找别只松鼠吧。哇，怎么你在自己吃？你是松鼠哦？啊？你这个松鼠为什么偷吃我的吐司？咦，这里有画画比赛耶。嗯，我要去玩画画了。我要画蜘蛛侠。对呀、啊，这里可以比赛画画。我长大我要画钢铁人哦。你要画吐司吧？我长大我要画钢铁人。好啊。我长大很厉害，我。走吧走吧，我们继续看。妈妈，我长大我会画钢铁人。走走走，要不要做饼干？自己做的哦。要不要做外国人的饼干？你怎么在偷吃我的吐司？那个是松鼠的。你怎么吃我的吐司？那是松，你是松鼠吗？你要拿起来这样按。